紫薯粉吃完了，给他们做新的吧。首先戴个手套，干净又卫生。然后把紫薯的皮给去掉，小心不要切到手哦。这些都去好皮啦，然后放到碟子上。先拿一个，把两头给去掉，然后切片就可以了。这些是切好的，全部铺到架子上。然后放烘干机，大概烘半天就可以了。烘完之后拿一块掰开看一下烘干没有。烘干之后我们就可以放到磨粉机里。记得要盖好盖子哦。大概磨半分钟就可以了。打开来看看。哇，已经磨好了。最后装到罐子里密封保存就可以了。雪糕你闻到香味啦，下次再给你做紫薯布丁吧。今天先来一块鸡胸肉干磨磨牙。你看看你这么喜欢吗？你是在跟我抢吗？不给你。你的牙又来了，你快放开这个鸡胸肉干让我来。